你们3秒钟找出这个女士身上一眼显贵的地方。没错，就是这个透亮闪耀光泽的水光肌，凭空让整个人生出一种精致的富养感。怪不得泡菜国的明星都钟爱水光肌啊，这种从皮肤里透出来的通透水光感是真的很给气质加分。我前前后后呢也去过4次泡菜国，才发现啊，他们韩女这种皮肤状态真不是只靠美美去维持的，更注意的是日常的保养。这套的 后天气丹 Pro 水乳就是我在泡菜国被我的 Doctor 种草的，当地真的很火爆，几乎人手一套。我呢就坚持用了一段时间，你看看这个皮肤的光泽度，这个紧绷感，真不愧是研究了1.7万亚洲女性皮肤数据，针对性研发的更适合咱们亚洲肌的护肤品。像我们亚洲皮肤一旦过了25岁，就特别容易松垮缺水，脸蛋状态一路走低。天气丹 Pro 它就是保湿抗冷两手抓，核心成分天气精粹12阿尔法开始发力了，很好的对抗了松垮和纹路。它也不是单一的补水或者修护，而是把我们脸上的小毛病都修整一番，让这个小脸的平整度上去之后更饱满更紧致。再搭配上璀璨强韧之花，去给皮肤修护屏障抗氧化。当焕活精粹 Pro 呢，让脸蛋亮的散发自然的光泽感，一瓶把抗老、提亮、保湿都拿捏了，养成蓬弹透亮的水光肌就轻而易举了。一段时间下来，明显感觉脸蛋的松垮它是有变化的，整个皮肤就像被无形的手拖上去一样紧致蓬弹。而且韩女喜欢它真不是没理由的，除了成分抗打之外，肤感也是没得挑。弹力水的质地呢，就像精华一样，推开就吸收了。再搭配上冰淇淋质地的淡纹乳，全脸涂完不仅水润不黏腻，而且这个脸蛋像是被牛奶滋养过一样，从里面透出来的光泽莹润，能把我这个30+的皮肤养出水光肌的质感啊！天气丹可真有你的，亚洲肌的皮肤啊，算是被你呵护懂了。